因为另外两个学姐，她们也都是，好像早上一个去实习，然后。发现我影片前面都没有讲话，然后因为我房间现在室友都在，所以我就跑出来晒一场讲话。然后我刚刚就是读了一点书，然后写了一点报告，然后洗澡。我打算明天早起继续读书。然后现在超想要吃火腿蛋吐司或火腿蛋蛋饼，就是二选一。明天早上我一定要爬起来去吃。大家明天见。是早上的9点，然后我想要去买早餐。觉得今天早起计划算是有成功了，成功75%，因为我7点多起床之后，又不小心回去睡了大概快1个小时，然后现在在喝水。宿舍楼下，然后我们今天宿舍好像在整修什么东西吧，有点臭，然后也有点吵。早安，然后这应该是今天比较正式的，跟镜头说嗨，因为早上的时候就是脸好肿，然后长很丑，然后我就想说等吃完早餐再跟大家说嗨，现在是正在吃早餐了，然后刚刚其实我回来的时候没有马上读书，我就跟我室友学姐聊了一下天，就有点像是在跟她分享近况的概念，所以。大概聊了一些下，然后他现在去上课。那我们房间没人了，因为另外两个学姐她们也都是，好像早上一个去实习，然后一个去打球练球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反正现在就是在读大学续任，大学续任。我们法律续任大概就是在学一些跟法律相关的知识，然后这一次我现在在读婚外情。对，就是跟婚外情有关的一些法律知识，大概都是跟民法比较有关。对，这跟民法有关。对对对，没事。然后，读完法序，我可能就是再读一下管理学，跟打一下报告，因为我下礼拜要考管理学，然后在下一个礼拜要考法序，就是一堆考试。然后在下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学校统一定的那个期末考，所以要开始认真读书，认真奋发向上，
因为我觉得我期中考考的不是很好，所以就要用期末考来补，来弥补它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读书。我刚刚其实本来想要去我们宿舍前面的那个全身镜拍，可是那里就会一直一直有经过的人，然后我很怕尴尬，所以就没有拍了。这一个就是柜子并不是我的，是我对面床学姐的。然后这个床有放红色帽底 hoodie 那个位置才是我的。但是我每天早上化妆啊，照镜子啊什么的，我都会跑来这个前面这个镜子，最后跟学姐共用。其实这镜子本来就是我们大家，只是我们房间就是那种只要离谁比较近，然后就是那个人可能比较常用。好，然后像这个鞋挂，那个时候就是他离我最近，所以就是都我在用。然后我问过其他学姐，就是他们都没有在用，他们都完全没有在用，因为就是对，反正他因为离我最近，所以我就很常很常很常用他。然后我刚刚打完报告，然后好像没有什么时间练管理学啊，我刘海好烦，好像没有什么时间练管理学。我发现啊，真的超累的，打那报告要看好多 paper 哦。大家应该有看到，刚刚我脸超严肃，因为要看那个也不是 paper 啊，就是那个新闻。然后我发现就是那个新闻就是很长，然后都有英文的，我真是看脑袋都快爆炸。然后写好 report 寄给我同学之后，我等一下应该是要去跟我同学吃饭。虽然我刚吃完早餐，大概没几个小时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中午约了要吃饭，然后。今天晚上的话我会有活动，社团，然后吃汤圆。我想要去跟我同学吃饭，然后我要赶快走，我就好像迟到了。不信这样子的话，会想到这三件事情。如果各位是大二或大三的话，希望可以。大家，然后我刚刚就是上课片段我都没有讲话，是因为我上宪法课，然后我们那一堂课完全不能用手机，所以没办法录正在上课的情况给大家看。然后所以我只有录一点点，就是上课前大家就是坐在自己座位上的片段。然后刚刚上通识课，然后那堂通识课就是听了教授就是讲一个 lecture 之类的，就这样，然后就下课，然后写一点点心得，然后我们就下课，就是一堂非常凉又甜的课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要去买晚餐，等一下见，拜拜。
各位，我现在回房间，然后我买到我的晚餐了，吃那个日式亲子冻 7 的，然后很方便，而且超好吃，大家可以去买。然后我现在赶快吃晚餐，然后读个书，因为晚上8点社团有活动。你要我买 7 的，那我宁愿不买。它是一般的黑色还是白色？也都你自己走。走什么？就是去上课什么的。